声喇叭、环绕音效、无线耳机，潮流享受。日本手机大厂索尼闯进德国 IFA 柏林消费电子展，发表最新旗舰机 Xperia 5。Combines a beautiful 6.1-inch Full HD OLED cinema-wide display in a stylish form factor in four elegant colors, fitting beautifull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.延续21:9萤幕，采用三镜头模组，机身只有68毫米，玻璃外壳四色选择，特别新增 AI 智慧摄影建议。Nokia 同样来势汹汹。Classic Nokia 2720 Flip is back, this time in 4G.经典掀盖图示简单明了，搭配谷歌系统，可滑脸书也能传讯息。去年大受欢迎的 Nokia 7也出二代版，强调摄影搭载蔡司镜头，画素高达4800万。而中国家电大厂 TCL 则是抢在 IFA 预告2020年将推折叠手机，同时发表最新手机 TCL Flex， 一样采三镜头设计，前置镜头更是高达2400万画素，不只能和电视连接，未来也打算推出智慧眼镜，在下半年拉开新一波科技大战。本新闻黄子梅报道。